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在这里啊，快上车！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是找到凤仙了、啊那个，快点把钥匙交出来，在哪里？你不想活了？他是不是变得怪怪的？明明是凤仙，又觉得不像凤仙。你现在在摸哪里？哎呦，万一真的遇到他是跟你的频率吻合的身体的话，真的有可能被关着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要出去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我的鬼神经东森戏剧台。